2018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亮相珠海，一位成都老航空人默默关注着。我们参加的1986年范伯罗航展。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UAV？ 捷克飞机设计师将在成都寻找怎样的机遇 ？Linpan not as a single village, but as a real territorial structure。建筑领域世界顶尖大学教授四次来荣。只为探索川西林盘的奥秘。I enjoy Linpan life. 蜀人的精神家园川西林盘，对世界建筑界有着怎样的特殊魅力？本周六晚7:30，欢迎收看《希望成都》。